機會係吹持球，咁但係頭先嗰個咧係一個靚波嚟嘅，咪領先咗三分嘅啦，已經要止止血啦。德國呢邊但係做唔到攻勢喎，波蘭後果假嘅，跟住幾立體下俾個後排進攻，打到捉手擺起咗，只有人嚟 set 唔 set 到，咪可惜啦。set 起上嚟咧就比較矮咗啲啊個波，咁所以中間球手咧呢波好難處理啊，佢都已經係希望托過去算噶啦，但係俾對方攔翻落嚟。個改贏叫止一止血先，因為俾對方衝咗三分噶啦，一傳麻麻啦，都唯有夾硬俾個背飛。咁呢啲背飛照計咧。德國嘅主教練古迪天都覺得佢哋應該係攞到，因為幾明顯下嘅，而且仲係一個陰波。咁韋斯照計，如果醒少少嘅話咧，呢、這個波可以啊，快啲做到個落地動作啊，起到噶啦。俾咗後排打嗱，呢頭先嗰個進攻亦都幾立體啊，就話咧佢嘅動作好似 set 俾四號位嘅，但突然間咧就喺後排中間位嘅位置度殺咗佢出嚟咧，就打呢個二號波。十八號舒斯基，舒斯係另外一個佢哋嘅主攻手啊！咁呢個四號位都係 set 開網少少去打，因為咧雙方個籃網其實都幾高下嘅。咁如果你俾到四號位咁明顯嘅一個進攻咧，對方往往都有兩個集咗埋嚟咧，就打個籃網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 set 得比較埋網嘅話咧，扣球球員就比較辛苦啦。都夾硬要俾出邊嘅啦，因為個波起得唔靚啊！有機會再做，都係俾四號位打到捉手出界，打波另外一位主攻手鄧娜。鄧娜亦都唔算好高下㗎，打主攻位置係一米八一，咁但係咧就逢係你話唔算太高嘅球手，打到主攻位咧，呢啲嘅邊線啊，打捉手出界嘅技術一定有嘅。個波蘭暫時講有時一傳真係比較曳少少，呢邊有一傳做到個戰術，咪雖然你有救起咗，但係出咗界啦，即係攔完之後個波已經掂到嗰條標誌杆，一撞到其實係班巴嘅手先嘅，咁但係咧就撞咗埋佢標誌杆，所以自由人好勤力㗎啦，沙迪，啊可惜都係個波已經係出咗界㗎啦，叫做呢個一傳係靚㗎啦。快攻掩到，俾一個後波打。其實波蘭同德國隊都開始，即係去到喺佢哋嘅訓練之中啊，或者比賽應用到出嚟咧，個戰術多咗啲。以往嚟到講咧，比較叫做幼嫩，就話快攻就快攻，啊長波就長波或者彩虹球，但係就好少做配合嘅。呢個波就過網攻擊啦。對方做緊進攻嘅時候，波蘭球員伸咗手過去對面。攔翻個波落去，咪對方未殺波嗰下，你根本就唔可以撳落嚟嘅，否則嘅話咧，一掂波已經係吹嘅啦。追到只係落後一分啫，快攻有上，俾彩虹球，再嚟個就為咗修正啦，修正過嚟二號位，咁但係唔夠出啦，咁所以咧就班巴係局打嘅呢個波，咁所以面對住兩個人攔網，而且咁高大啊！貝查迪直情伸埋對手過對面，喺籃網之中咧，呢個係好嘅教材嚟嘅。快攻有上照比啊，都少可啲喎，因為多數做掩護先嘅第一攻。來回球快攻可以俾噶啦，呢、這個就做咗掩護。咪雖然都仲攔到啊，德國隊捉到路噶啦，個快攻唔係好呃到啊，兩個埋嚟攔噶啦。咁但係攔咗出界嗰度弊啊！班巴嘅開波領先只係得一分優勢嘅啫，快攻掩到㗎，咁但係因為又係兩個籃網咧，就唯有搓住先。呢邊係強攻，自由人起到，比較貼網，哇！要快手撥添啦，醒啊！呢、這個波仲唔止撥啊，佢仲係望住對方籃網球員嘅手嚟到撥嘅，所以係抹到一個捉手出界嘅。嗱，大家睇睇啦，跳起之後唔夠位打㗎啦，睇住你嘅手頂嚟到抹嘅。新嚟入替咗，
分數係平手緊㗎。富斯特嘅發球，不過幾飄㗎，所以起得唔靚啊。夾硬俾四號位打啦，又係嘅。嗱，所以呢一輪德國隊嘅籃網咧，兩個球員好勤力㗎，即係往往都有兩個拍埋嚟到籃，就幾勤力下中間球手啊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就話中間位嗰、那個一定要即係做多少少嘢嘅。咁所以見到咧呢一次幫到埋嚟嘅就係舒斯基。比較貼網單手托起，這個球就要讚一讚托球手，因為幾難升的這球，咁都仲可以俾到一個嘅短球出嚟，不過快攻手亦都處理得好喎。派斯亞呢個球咧就個人停空能力夠啊，所以係等到個球喺嗰個籃網球員咧個範圍之外，佢先至出手。再比都是比少位修正球呢，就一般来讲球队都是比少位的了，这个波炒了波底的，都想拿一个长线来打的了，但是吸不到个碗啊，打得好紧啊，大家一分抢落去啫。比较大的差距都是波兰在这个第二个技术暂停的时候领先三分，十个波兰入来了，全隊比較高係佢嘅啦，一米九七，但係咧就唔係經常打正選啊，耐唔耐喺呢個位置就調出嚟咧做個籃網嘅。好啦，睇個籃網幫唔幫到手啊，哥蘭。係自己有啲誤會啊，想話做個後快嘅，機會俾咗德國嗰邊。呢個波其實佢有機會埋去想嘗試下撈翻入嚟，但係咧一猶豫之下咧就冇去到，咪有啲大意啊！德國隊頭先個做法，艾比斯亦都入嚟啦。艾比斯亦都係佢哋另外一位嘅托球手嚟嘅，正選托球手就係韋斯啊。咁大家換一換咧，就艾比斯出嚟試試。但係好慘啊！一出嚟，但係又出現咗一個連擊個犯規，但係亦都唔怪得曬佢，因為係個起波唔靚，佢係有啲勉強去做。隊長古恩入翻嚟，咁就頭先啊，艾比斯都係試一個位啫。又見到保杜尼斯嘅發球啦。打到個背飛，但係對方守到位啊！波蘭四號位打，但係又係炒咗出界，慘啊！都好幾次啦，喺個四號位做到攻勢，亦都揾到兩個籃網球中間個罅去打，但係包唔實個波。咁啊，如果喺呢啲咁緊嘅情況之下，如果有自己嘅犯錯，就唔係俾對方打死咧，就幾傷下嘅。俾後排，但係有個誤會喎。自由人食了個位置，呢邊打得爽啲啦，亦都咦絲線圍出界，睇上嚟就好似好球嘅。呢個波係搓過去，照計應該好球嚟嘅。因為見到沙迪個自由人咧都冇曬表情，果然啦，球證係俾翻咧德國隊波，哇絲線呢個波都判得曳啲啊！就個背飛靚呢個波，佢入得。個時間好好啊，所以鄧拿蹬曬腳啊，都攔到呢個波。鄧拿以為自己捉到路噶啦，但係背飛有個好處就係話我一路飄出去嘅時候咧，我可以揀點打嘅。班巴嚟到前排入替翻，現時係丟時緊嘅廿四平手。球球先嘅發球，直接得分啊！自由人都起唔到啊！呢個波，一般嚟講，自由人咧就已經係喺個起波啊或者防守上高係比較好一位球員噶啦。但係查舒利斯都係起唔到呢個波啊，因為開得好勁啊！佢哋嘅 set point 哇，仲係咁勁啊，開得逼住後排打，仲可以做個修正，少位搓住先啦。
個波始出界啦！呢個波咁啊，俾波蘭就攞埋呢一分咧，咁即係話得個隊啊喺最後一分係自己一個失誤之下咧，係送咗呢一局咧俾對手，咁係吊時之下咧就輸24-26嘅。呢排球精英賽咁啊，第一局咧就係波蘭隊就先攞嘅，咁而且第二局德國隊領先緊三分，其實第一局大家都有一段時間咬得好耐好耐，一人一分到嘅上落嘅啫，咪互有領先過。最後咧就係、是、由波蘭隊啊攞到第一局先啊，但係丟時之下贏嘅啫都係。大家嘅打法幾類似啊，都係一貫歐洲嘅球隊咧，就係話喺籃網上高，佢哋盡量希望可以做一個衝分嘅殺手鐧。戰術方面嘅變化兩邊都唔係多得好緊要，咁啊弱旅就德國隊會佔叫稱高啲啊，喺戰術上高。啊，波蘭咧就亦都即係喺。一些處理叫機會波的時候呢，有時就會比較叫幼亂，咁就容易失。但第一局呢他們處理得很好啊，雖然都有失過波，但最終呢他拿個分仔反為就德國隊自己打失的。戰起了給四號位，四號位呢就德國隊會輸少少高度的，因為呢就這條線也都見到呢就是高大的球員六號的保道尼斯在這裡，不過現在保道尼斯在後場開波，看看德國隊可不可以好好把握了。球好飄啊，因為鏡頭上看到是不動的，這邊就起到之餘還可以做到一個的後移。戰術方面他們是比較是叫多變一點的，這裡作出的調動是18號加沙又翻嚟。耐唔耐加沙有機會入嚟打下嘅，但係唔多下情況就。呢邊亦都見到拉舒維特，大家對佢會比較熟悉啲，但係而家佢打正選嘅機會亦都唔多嘅。一傳曳啦！呢啲波咧就照計幾難做到大嘅殺傷力嘅。呢邊亦都係唔啱位打，咪搓住先，只有人救到。巴蘭斯加呢啲波咧就係所謂點解佢哋叫做比較幼嫩啲嘅球隊咧，就係呢啲波嘅處理咧就往往會發生一個嘅叫大家爭波打。咁有啲輸蝕嘅，因為你話如果默契好嘅球隊、成熟啲嘅球隊咧，好少犯啲咁嘅錯誤。因為頭先個波亦都真係唔係亂得咁緊要啊！波在進攻咧就補翻數，打翻個大斜嘅。富士特守唔到個波咧，就俾教練換一換。咁當然就唔係話怪佢淨一球啊，係俾佢出嚟作個調動咧。後排放另一個人入去咧就守波嘅。喂，如果就咁？齋打四號位咧，對方比較易守。如果你有一啲嘅快攻啊、短波做掩護咧，就好打啲。咁頭先咧就係波蘭隊做到個防反啦，守到對方一個四號位，然之後自己做一個四號位進攻。雖然都係兩個難，但係佢咧就打個人技術啦，就打穿你個籃網而落到咧後場嘅。咁所以個波開得勁到夠啦，但可惜啊落咗網。托球手韋斯的發球，韋斯身高只係得1.71米嘅啫，不過托球手咧就好多隊都係有啲咁嘅問題啦，就係比較矮細啲啊，有時一個漏洞啊，俾人喺個位度可以打落嚟嘅。但係而家喺後排唔緊要，韋斯，拉斯維特佢修正俾二號位打嘅，拉斯維特第二次做修正噶啦。個人相當高㗎，拉斯維特，所以有啲咁嘅功夫啊，基本功唔曳嘅話，1.96米嘅佢。咪今次到波蘭隊要叫令到俄羅斯就喺 A 組排第四啦。韋斯嘅發球，個波亦都開得好靚嘅。咁呢個波大家鬥撳之下，拉斯維特墊網。拉斯
維特爾喺呢一個嘅籃網上高咧，就教練頭先放出嚟咧，古迪天啊，都係望佢可以即係幫到下手。一路唔擺做正選咧，就因為佢攻擊能力就唔係好夠啊！呢、這個球員啊，都俾到佢啊！因為如果你打快攻嘅話咧，個力量唔夠唔緊要，最緊要你肯跳，亦都肯高點去打，亦都係叫做拉舒維特見到一個奇功啊！所以繼續都仲可以打住個正選位嘅，一傳唔到，後排打錯住嘅啫。啲拉舒維特嘅 set 波啊，出嚟都幾多 set 波做喎佢啊，又俾佢 set， 因為韋斯 set 唔到嚟。佢始終唔係正選嘅托球手啦，所以有時 set 啲波咧，同自己隊友咧未必係咁啱位去打嘅。咁啊，古恩啊，俾人攔到揼揼掂啊！保在他們還有三分的優勢，準備開波了，史哥魯巴他們的托球手，身高1.82米，托球手來計算高了，比較天網，大家鬥握的，這波有權吹和球，不過球證就說不是太久而已，那就也都沒有吹到，看一個波在邊邊落的而已，結果就是波蘭的長區落。去到20呢個關口有四分優勢，個波網啲唯有升都係升開網啲，主要睇有冇打到觸手出界出到嚟嘅啫，望就望住人嘅手去打噶啦，個似乎咧就係啱啱冇揩到手邊啊！一傳到。快攻掩到，靚啊！呢啲係戰術嚟嘅，比較少見波蘭咧係做得到呢樣嘢，就係由一個快攻掩前或者後嘅二號波咧就去到打。你係睇巴西隊啊、中國隊啊，呢啲係做好多嘅。古恩嘅發球，叉燒冇啦，因為呢個叉燒嘅高度凹過嚟啱啱好，好易打嘅一個拋物線嚟嘅。所以亦都要多謝下古恩啊，俾到呢個叉燒啊 set up 咗叉燒俾你食，咁好穩陣噶啦，五分優勢啊，打到手頂中添嘅呢個波，盡量追下啦啲分數啊，最好啊可以衝分。雖然輸面啊大，但唔係輸緊嘅。希望發球上高咧就可以破壞對方一傳先啦。派斯亞嘅開波，貝飛走到，但係打落網嘅，呢波過唔到網頂嘅。嗱，咁樣就追咗分嘅啦，發球分攞到嘅啦。一個波咧就飆得滯啊！呢個波咧點都即係就算打倒過去都係掂到標誌杆嘅會。打緊嗰班正選球員咧係要唔同嘅。派斯亞繼續開波，仲有三分要追啊！後波有上，咁亦都叫拖開咗啊！力度拉斯咧就幫埋個邊就慢咗啲啦，明顯見到力度拉斯埋咗去，但係冇時間起跳啊，所以得翻要為一個球員攔咧就攔唔死，比較困難啲啦。叫新尼又再次出翻嚟啦，入體咧就打呢個後排嘅防守位置。這個一傳起得麻麻地，自由人咧嚟到計，即係頭先個波起得叫水平低啲啦。咁亦都處理得唔好。嗱，雖然呢個波佢要線到去攞下身嚟，但係你線到埋去嘅時候咧，控制自己嘅前臂就要控制得比較好，因為你係換出嚟係做個防守噶嘛，所以呢一方面應該要做得好啲。但可惜咧就係個位置打得唔係咁靚啊，撞咗出去後場添啊。去到 set point 啦。邵偉強攻有巴蘭斯卡為他們追一分先，但對方還有四個的 set point， 這個球也都籃網球員籃不完斜線了，
所以有時兩位球員你話哇拍到埋一埋嚟爛嘅咯，但如果欄嘅線度有窿都係有問題嘅。咁用欄網追一分添。你話如果喺衝分數啊，或者攞發球分咧，第一重你可以攞分嘅啊殺手鐧咧，就係你個籃網先，跟住就係個防反嘅功夫，咪直接佢哋就由籃網做咗第一個先。啊，之前仲有一個啊，都可以話由發球直接得分嘅啊。機會嚟啦，少偉打捉手啊呢個波，守得靚，做波做俾後排打。好球嚟噶，好嘢啊！波蘭呢幾分處理咧做得好好，因為壓力好大嘅，對方一路都係 set point。咁你個發球發完之後要做啲咩嘢咧？要諗定嘅，即係話如果防到第一重嘅防守之後，你跟住做咩波？大家一定要一個默契啊！22-24，追剩兩分啫，又係開得靚嘅一傳啊！破壞咗㗎啦！兩個人攔住個四號位，自己做波又係做俾四號位，但可惜又係俾人攔死。已經做咗個防反㗎啦，但係巴蘭斯加俾對方攔死，變咗咧就係德國隊追翻局啦。呢一局嘅賽事咧就係佢哋贏25-22啊，係贏三分波，局數又變咗領先住波蘭。又係德國隊嘅發球，古恩。四位打得靚，波蘭開始喺個四號位嘅進攻方面咧個把握啊係大咗啲啦，即係個百分比去攞分咧係高咗，因為攔佢嘅球員都唔矮嘅，包括有呢一個1.92米嘅庫斯特喺度嘅。呢個波開得好陰濕啊，所以對方起得好辛苦，機會嚟翻波蘭嗰邊二段攻擊，好死啊！史加魯巴。整場波不是用那麼多，但這個機會波他又找得很準，整個動作騙了的，你一定要做這件事，就是說做一做好像真的是 set 波先，跟著才去做按波的動作。今次被四號位打了，哇靚的，又是超手的籃網球，原來好像形同虛設地被他高點打下去，好靚打得巴蘭斯卡，佢高度就唔夠保道尼斯咁高啊，但係個彈力好好啊！即刻追成8-8平手噶啦，又冇踩界，冇嘅話就繼續。但係球證話佢打落網，起跳嘅話冇事，但係打個波對方嘅籃網球冇掂到，咁所以咧係四次觸球噶啦。但係望落去咧就好似有，但係咧球證應該最清楚，最近係球證噶啦。所以投訴都冇用啊！反超前一分啦，波蘭。但一反超前咧，就變咗開落網啊！保道尼斯亦都開得幾曳嚇，點呢個落網波？你係緊緊落都話，淨拖咗落網底度啊！反而佢啊，幫德國隊解咗壓喎。分數平手。一傳曳啦！呢啲波又係唔係咁強攻擊力嘅發球啊？佢哋應該要起得好啲。貝飛亦都時間上高配合唔係太好。大家鬥打住個四號位先，係打邊個打到個籃，即係觸手出界打成功啲。大家都係揾呢一個方法去攞分啦。因為冇呢個短波做掩護，所以經常都有2至3位球員咧嚟到攔呢個四號位嘅。咪好少俾你清脆打到落去噶啦，點都要嘗試一下捉手去打噶啦，捉住某啲手去打啊！呢個貝飛咧就想攞個長線嘅，要少少啄波嘅打法，但個波出咗界嘅，係爭在籃網球有冇掂到啊？冇點到嘅話就係屬於波蘭隊嘅波。調轉啦，佢哋 hit 住德國兩分啦。呢個波唔敢唔攞喎，阿沙迪又，因為有啲咁多機會會出界，咁但係通常呢波唔波得過啦。
自己去到的話盡量去起，因為他亦都踩前了很多，過了他腰他都不夠膽判決個波究竟會不會出啊。富斯特網球式的發球，這些多數都是用個飄忽去困擾著對方的起波，攔下去又令到對手的一傳做得不理想，輸了這一分，彈網攔得好啊。所以沙迪就想攞的時候，亦都個位置麻麻地。咁沙迪呢一輪的起波啊，都不算太好喎，喺個後場、前場又是啊。安全過網啦，得啦。沙迪呢個波俾得靚啦，做到個背飛，救到。攞回球快攻啱嘅，但係可惜。不啱打照計啊，陰住先啊！你快攻都仲可以做陰波嘅啫。啊，硬係呢個波，佢又唔係真係大力打落去，佢已經想控制，但控得唔好啊！呢就個人技術個問題啊，亦都係。正輸托球手位先入替翻。一傳靚噶，所以可以做好啲啊！有個後波做配合，先至 set 出去俾啲四號位打嘅。巴蘭斯加都守唔起呢個波啦。即係當打嘅時候咧，其實真正嚟講都係得一個人攔網嘅啫，中間個未埋到嚟嘅。又嚟多次，二段攻擊又成功，兩次都成功咗喎。波蘭呢邊咧？嘅托球手啊，史哥魯巴，但係呢下就冇咁清脆，對方有機會起到嘅，爭啲咁多嘅位置。但係自己攞一分啊，叫做即係幾醒目嘅攞分啊，點知落到後場咧，網球式嘅發球開失咗啊！嗱，呢波接嘅百分比一定要高嘅。啊，德國隊又用佢哋個自我激勵嘅方法啦。成隊波喺場中裏邊齊齊拍手掌嘅，快攻有險，四號位難，俾人難死啊！四號位打嘅時候，呢個波因為係一個彩虹球嚟嘅，你如果快攻呃唔到人嘅話咧，兩個人拍到埋嚟，冇走雞啦，攔到網嘅就係舒斯基。一如果舒斯基俾人呃開咗少少咧，佢都唔夠時間埋去做呢一個嘅攔網嘅，所以中間攔網強真係好緊要啊！經驗又緊要，有冇俾人呃咗？你又頻頻都去跳嗰個假嘅快攻啊，陰功啊！呢邊啊，亦都打穿咗個籃網，都係舒斯基今次夾住貝查迪去攔嘅。但係咧，就舒斯基其實未真正講，亦都係未埋曬嚟，咪只係得一個貝查迪去攔，亦都俾人打穿咗。十四平手，快攻咧！直接雙方用快攻嚟到得分咧，喺今場波嚟講咧就唔多。快攻多數係嚟做掩護，咁呢樣亦都係正路嘅。咁但係咧，兩隊波都唔算有太多咧，就同個快攻咧係做一個配合嘅小組戰術。咁當然亦都即係大家唔可以話要求咁高啦。兩隊球隊都喺自己嘅分組賽裏邊咧，就唔算話前列嗰兩隊嚟嘅。所以咧喺技術啊或者戰術上嗰個成熟程度咧。亦都冇其他球隊咧，譬如中國古巴啊，或者巴西啊、意大利做得咁好啊。分數十五平手，一傳都唔係好到噶啦。不過咧就同嗰個貝菲配合做得好好，呢樣嘢亦都咧喺波蘭隊方面。少見啲係做得咁順暢嘅，慘啊！起波起得唔靚，就送咗個叉燒俾對方咧，即係連咗呢兩分，一個隊攞得好舒服嘅。包括技術暫停之前嗰個做波啊個背飛啦，同埋技術暫停之後呢一個開波直接有一個叉燒食，連續兩次起波唔靚啦，機會又去翻德國隊度。都算起得靚呢個波，哎呀！即係你嘥曬啊，新嚟嗰個嘅起波喺個防守做得咁好，對方已經打靚嘅啦，但
有啲叫散散地啊，波蘭隊隊波。突然間記得個隊係衝咗三分嘅，試過十五平手啊，到而家為止哦，仲要輸多分添，連續俾德國隊攞四分嚟嘅。呢個又係自己配合一個錯誤嚟嘅，即係一個平快，但個波高得滯，吊住咗咧打快攻嘅球手。古恩啊，未守遠啊，雖然可以咁多球。破壞埋你嘅一傳添，好在都止一止血，喺四號位派個餅，仲係咧沙迪係升過去添嘅，自由人一個下手啊，升俾四號位打嘅。一傳唔係好到，都做背飛，咁所以吊住嚟打，又係唔算打得好好。後排啦。打個點都靚嘅，大家鬥打一次個後排。但波蘭嗰個打出界嘅，不過佢嗰個又係難打少少噶。打波就係保道尼斯，因為佢嗰下嘅波咧就唔係喺前排 set 翻後邊打嘅，幾乎喺佢個人嘅側邊啊或者後邊啊 set 翻上嚟咧，要佢做個後排進攻難打啲。領先嘅四分波德國，冧住個前排位。呢邊做個背飛，打就打到，但係唔係話咁流暢啊，所以食得唔好應嘅。哦，有個誤會添啊，保道尼斯都唔知係俾佢嘅呢個波，有些少兩個人忌一忌對手，大家一齊衝到啦，所以沙迪又唔敢去進，巴蘭斯加去到咧又唔敢食曬個位嚟到起。他怕打到沙迪塊面嘅，所以都有啲記住。如果唔係嗱，個波鬧得高咧，都仲有得起下。哦，終於換一換啦，要換下保道尼斯啦。入替嘅就係加沙，但係留緊五分波啊，相當可惜就係佢哋喺十五分之前大家都仲係咬得咁緊啊，佢都有領先過添嘅。咁好在係一個。配合上高的問題之下，都攞到呢一分嘅。呢個波又係配合得麻麻地嘅啫。自己個扣球球員咧，只可以做到個陰波，唔係真係可以打落去嘅。啱啱入替翻啊，新尼因為上到前排啦，新尼只係幫佢打一個後排三個位嘅輪次。鄧娜呢個球員真係值得讚，因為佢人真係唔係好高嘅，就四號位嚟計，但係佢個力量好，同埋好識揀位打嘅。領先住五分啊，富斯特。呢個快攻又係冇人信嘅，因為你個起波根本都起唔到啦，個快攻跳。人哋對面都唔信你，咁所以 keep 咗兩個人埋去封呢個四號位嘅球員。啊，繼續都仲係佢哋啊齊嘅拍掌方式，呢個自我鼓勵嘅方法幾好下嘅啫。有時會感染埋啊場裏邊啲觀眾幫我哋拍添啊。話直接得分就係啫，唔緊要㗎。你話對方做一攻，佢去攞個分咧係應該嘅。仲兼且你今次係 keep 住有三個球員做到攔網，所以係冇俾對手呃到。不過佢打得好啊，有佢一傳唔到，要俾四號位等啊，又發揮你嗰種力量喎！咁開網嘅波佢都仲可以打得咁靚啊！佢嘅收腹動作做得好快，咁所以係加快咗個球速嘅。幾開網啊，亦都啊，即係幾邊下個波 set 得好難打嘅呢個波，做得好好。咁去到 set point 啦，24-18領先。快攻有掩到，又係俾阿鄧南埋齋。雖然呢一球打得有啲拖泥帶水啊，但係唔緊要，都攞埋呢一分，咪變咗以25-10咧就打呢個第五名嘅名次賽。
德國隊領先緊2-1的局數，但係呢一局嘅落後緊兩分波。深色衫就係佢哋啦，黑色球衣啊，紅色球衣呢邊就係波蘭，打到四號位。跟住嚟個後場，即係都嘗試做多啲立體嘅進攻嘅啦。波蘭方面後排進攻佢哋做得到，因為始終咧就波蘭隊啊，即係歐洲球隊啦，身形咧係比較高大啲。咁但係你話要佢哋做到個前場嘅小組配合咧，就問水少少。呢樣嘢就亞洲球隊啊，或者比較靈活啲嘅球隊咧，就容易做啲。呢邊又係做個後場，做得唔錯添啊！即係大家都打個後場進攻，就係、是、德國隊頭先個做得好啲，但係咧最終當然就係波蘭隊咧守得起咧，係一個嘅主要攞分因素啊！沙迪守得好。領先住4分，但係又呢個波又開得好差下啦。即係你話開失波嘅話，要睇佢個程度啊。其實緊緊落網或者緊緊出界就 OK 嘅。但係要啊落網落得咁緊要咧，就即係有啲令人懷疑啦。究竟你練呢個發球練得幾多咧？呢邊又送翻禮喎。咪另外一樣就係扣球式發球咧，就好多人就好似話容易原諒下啲球手開失嘅。因為始終個殺傷力夠啦，你係搏緊波，但你搏之中你都要即係衡量下自己咧個百分比有幾高。嗱，譬如開得唔好嘅話，咪嘗試呢種嘅網球式發球仲好啊。快攻有上，掩到，但係單對單都難死你。因為如果掩空咗，得一個球員攔網嘅話，扣球球員就要有自己嘅本錢咧去過到呢一個單人攔網嘅。過唔到嘅話，咁你自己負啲責任啦。17-20落後三分嘅德國隊，沙迪今日都算打得曳少少嘅一位自由人啊。雖然個波可能會幾飄，咁但係身為自由人嘅話，你一定要喺一傳嘅功夫咧，係要做得好好先得嘅。保道尼斯啊，出翻嚟。都有啲時候俾佢咧，就嚟到休息唞一唞，因為前排需要佢咧跳嘅時間比較多啊。四位係揼住先嘅啫，都救到，但係進攻機會咧就麻麻地嘅啫。咁兼且呢個都唔係強攻噶啦，初波過網噶啦，想話，但係俾德國隊三人攔網攔翻落嚟，所以見到德國隊個攔網嘅意識嘅好強啊，同埋好勤力嘅。守得好啊！呢個波都四號位，哇！又俾人攔死。德國隊不停喺度發揮佢哋個攔網嗰個嘅時間性。你話身高方面，佢哋同波蘭其實差唔多嘅。佢唔係話高過波蘭嘅平均身高，但係嗰時間好好啊。尤其是隊長古恩啊，咪幾開心啊！攔完個網之後。唔信且你又輸多分，呢個波亦都比較咧就係叫做開網啲嘅啦。咁但係都錯得唔靚條線啊，俾對方咁都攔翻落嚟，又係古恩啊夾住舒斯基。又要換一換啦，換下加沙出嚟。頭先明明啊領先緊咧就係啊德國隊，而家反圍落緊一分喎波蘭。快攻有上，但係唔敢直俾快攻嘅啦，佢哋都係做個掩護，俾就俾阿班巴去打，好在班巴都不負所託啊！又係面對住兩人攔網噶啦，但係個力量夠，即係到而家為止咧，佢哋嗰啲嘅戰術係俾德國隊睇得幾緊下，德國隊好少俾佢哋呃咗中間位球員，所以保持住咧喺四號位啊或者二號位進攻咧，都有起碼兩位球員去做攔網嘅，分數係平手緊。靚波嚟嘅又係打波就係班巴嗱。如果你話對方籃網好嘅話咧，你一定要有呢一種嘅做法，就係將個波 set 翻開少少，但係扣球球員識得做初波，咪打翻條一條長啲嘅線。一你初波就唔可以話揼釘咁打噶啦，一定要初條長線。大家嘅快攻而家都係做掩護啦，
但係得個啄多飯，佢啊起碼快攻唔係掩俾四號位打咁簡單，係可以俾到一個後波或者有啲叫背飛嘅打法。咁呢個後波啊，俾古恩，古恩啊即係話呢輪好嘢喎，攔網又得分，俾個背誒呢個後二佢又得分啊！佢真正嚟講，佢走個位置就唔係背飛嘅。再次平手啊，22平。德國隊亦都送一分喎。對於波蘭嚟講，梗係好啦，因為而家你要佢哋做攻勢嘅話，佢哋未必有把握咧，可以真係攞到分嘅。一傳麻麻地啊！哇，都夠膽升後波，因為呢個波佢起得唔靚之餘，佢要衝前，俾四號位又容易啲，但佢夠膽俾個後波啊！所以都呃咗對面一啲嘅防守球員嘅。23平手，準備開波嘅就係呢個隊長，呢一輪啊經常攞分嘅古恩啊，又關佢事嘅喎呢個波。又是古恩的發球靚，令到對手呢直接起翻過嚟，咦？但是吹了他哋犯規喎，究竟是乜嘢犯規呢？一係就話佢墊網嘅啫，啊！呢、這個波照計就不是過網攻擊嘅，咪以為攞了分，但係結果原來咧就吹咗佢犯規，咪調轉啦，波蘭有個 set point。清脆啲，佢話我哋自己用戰術嚟攞呢一分啊！佢打咗一個背飛，咪背飛嚟講都係得個隊喺處理上高咧比較有效啲嘅，即係打波嗰位球員同個托球手個配合咧係比較叫清脆少少啊！咁都過到去算好嘢㗎啦！呢個波咧就怪怪地啊！韋斯一路都冇用呢一個嘅叫做二段攻擊，好少，因為佢人比較矮啲，佢做起上嚟會冇咁見效。咁但係咧就呢下波佢突然間啊想處置，佢其實可以升嘅，但係咁樣一推之下出咗界啊！即係唔知點解咁嘅諗法咧，佢成場波都冇做喎。呢個波又唔係話起得太埋網，逼佢去做。但係佢哋投訴啊！頭先對方有球員咧就唔知係咪話有佢墊網嘅動作啊？但係球證話都係俾波蘭啊呢一分。靚波啊！哇！四號位呢個波打嚟，好爽啊！見到咧就個想嗰個動作冇猶豫。咁而且因為係鄧華。佢嗰個嘅空中動作係做得好好，一路讚佢就個收腹做得咧好快，所以個球速係好勁嘅加到。哥蘭出嚟做個攔網嘅功夫嘅，因為而家佢哋開波啦。富斯特佢有網球式發球，但係好飄下嘅個波開得，一傳叫做起得曳嘅啦，逼住俾四號位打，好彩中喎。德國隊就慶祝，以為贏波啦。咁但係咧，主裁判就叫一叫旁證埋嚟問一問，咁睇下個波究竟 in 定 out， 要睇個底線施線員啊。底線施線員就話 out。咁但係主裁判要叫兩位施線員埋嚟問一問清楚佢哋啦，係咪真係睇得咁肯定啊？因為如果係出界嘅話咧，就係德國隊攞埋呢一分噶啦。波蘭梗係點都同你拗啦呢一分啊！喂，結果係俾咗德國隊。哦，原來頭先丟時間啦，咁即係 hit 住一分啫，未勝利住，但係咧就判咗俾你哋噶啦。打到捉手，可惜救唔到啊！呢個波偷牌球員算係咁噶啦，亦都將個波敗翻落個網度噶啦，古恩。咁所以都頂住下叫做啊，波蘭隊
因為頭先判佢出界嗰個波幾問水下嘅，啊都冇影響到佢哋嘅軍心，仍然都冇散到啊！暫時佢哋唯一散咧就係喺第三局嘅時候咧係有啲咁嘅情況。班班係四號位嘗試希望打個觸手出界，但係咧就掂唔到對方啊！推過幾平嘅波俾佢打噶啦，想話揾窿打，哎呀又係緊緊出嘅啫，都幾唔抵啊！呢兩個進攻波難嚟講，班巴坐住先，古恩，哎呢、這個波處理得曳啲啦，之前有好幾個進攻打得好好嘅，不過呢個波又 set 得比較厚啦，佢只係一步起跳。咪助跑唔夠之下咧，呢啲波又係即係打緊嘅時候，其實喺頭殼頂就唔喺前面打嘅。27平手，仲係 deuce 緊，力度拉先發球。咁但係你個 deuce 緊之後，網球式嘅開波方法又開得歐咁多，唉，怪邊個呢？真係唯有怪自己嘅。德國隊唔止係 set point 啫嘛，係佢哋嘅 match point 嚟嘅。起到的有機會做波，做翻俾後場搓住先。哇！自由人好嘢，呢、這個波都救得起啊！完全係贏自由人嗰救波，跟住先係 set 出去俾四號位埋齋嘅啫。所以有時就話攞個分係靠邊個呢？可能就係靠個防守做到出嚟先嘅，否則嘅話冇呢個進攻出現嘅。咁德國隊變咗攞埋呢一分之下咧，就攞埋呢一局噶啦。咪29-27就贏埋第四局賽事咧，佢就～以3-1局數可以擊敗咗咧，就波蘭。波蘭呢一局就輸得比較慘少少啊，但係都算有幾好嘅表現嘅啦。咪變咗德國隊可以進身去到爭呢個第五名嘅名次嘅。